珍爱生命，关注健康。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中医养生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饮食有节，吃什么也得有个度，不能不吃，但也不能太过了。有一些入口的食物啊，您不能够只贪图它的美味，还要想到太过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健康隐患。今天的健康故事，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油水的罪过。2008年6月，退休在家的天津市民董女士经常感到肚子莫名其妙的难受，就是疼，一阵一阵的疼，它还不是连续的疼，就疼得不得了，不是疼一阵也许就好一点，后来又有疼。那时左腹部的胀疼三天两头就会袭击董女士一次，按摩好像并不管用，董女士猜想或许是得了肠胃炎，就自己找了一些相应的药吃了下去。吃完以后感觉好像是啊好一点，但是后来过几天还是不行。那之后尽管时不时的肚子疼让董女士很是心烦，家人也提议去检查，但他却很犹豫。我就是一直不动，为什么？胆小，担心有病又害怕体检的矛盾心理让董女士一直在忍受。过了一个月，她在卫生间里又遇到了麻烦。一拿纸一擦，哦，不少血，我就把我爱人叫来了，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回事。我这便器是红颜色的，那是紫色的，也看不出来太多。哎，我说是不是你闹痔疮？董女士也怀疑自己患上了痔疮，但仍旧不愿去医院。不过日子长了，自己也怀疑肚子为什么老疼呢？到十月份了吧？那我后来一看，我跟我爱人说了，我说去吧，害怕我也得去做肠镜。然后那个看看去吧，我这还是疼啊。2008年9月26日，一向害怕体检的董女士终于走进了医院，但是那次不得已的体检并没有因为她的胆怯而网开一面。我都有点晕过去了，要我爱人就把我把住了，他说的别哭别哭，我就当时我就眼泪就下来了。他没看前面，光看后面那个字儿，挨字儿，当时就懵了，那就泪洗面了，确实也懵。检查的结果非常清楚，一直不愿意去医院的董女士已经患上了结肠癌。结肠癌是大肠癌中的一种，而这个大肠癌啊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正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万分之一上升到现在的万分之六，成为继胃癌、肺癌、肝癌之后的癌老四。而且啊，这个大肠癌的病死率现在也是相当高的，男性排在第二位，女性也已经排到第三位了。对这些可怕的数据，董女士当时并不了解，他只是看见了一个癌字就懵了，但是现实已经如此。2008年10月，董女士因为早期结肠癌住进了天津市肿瘤医院，在等待手术期间，她依然没有从癌症的打击中回过神来。我们的同事来看我说，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她怎么会得癌症，都觉得有点奇怪。他说我们家也没有这种病史，而且呢，这我他性格比较开朗，还不至于啊。我跟你说，我工作我几乎是没有歇过病假，每天我在工作岗位上哈，从早到晚时间还挺长的，从来没有什么感冒发烧啊，今天不好受了，明天又歇班没有。都是全勤。
性格开朗的董女士二三十年没有去过医院，她始终想不通自己这么健康的一个人怎么能和癌症扯上关系。但是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的病房里，医生的话提醒了她。大肠癌的发生，就是说已知道它这个发病率的增加都是因为和饮食有关，这是一个占一个很从病因角度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那位他会做饭，你比如说肉烩肉，那个就是烩白菜，还有那炒那丁，黄瓜丁、红萝卜丁、土豆，里边还放的那个香干，然后还有葱头，然后里边放的有时候是鸡肉，也是有时候是猪肉，肉挺多的放的。可能是自己的爱人吧，可能也爱吃自己做的饭。有时我爱吃他们别人弄的土豆，怎么就不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不是很好吃。我说我们那位爷做的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几十年来，每天再晚，董女士也要赶回家吃晚饭，因为她觉得丈夫做的菜是最好吃的。可是为什么自己家的菜这么好吃呢？董女士的丈夫对此心知肚明。我们家做菜啊，尤其我做菜就油比较大，喜欢怎么样呢？吃过油的东西，还油炸的东西啊嘛的。后来我才知道，他过油了，那油过得特别透，还你想那菜里都往外渗油，那碟子边上都是油，你觉得挺好吃的，挺香的那种感觉。来看看董女士的丈夫做菜吧，比如说炒三丁。有一个关键就是，所有的丁都必须要过过油。我家里有油漏的，咔过油，来把菜倒到油漏里边，油漏下去，然后再炒菜。逢菜必过油，二三十年来天天如此。董女士的丈夫说，一顿饭做下来，油的消耗是相当大的。到底用了多少油呢？他给我们大致估算了一下，把自己做一顿饭用的油倒进量杯里，居然将近380毫升。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病率在大幅度的增加？那主要就是说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包括就说脂肪和蛋白质这个饮食这个量摄入量增加了，就包括什么动物脂肪啊、植物脂肪啊，比如说一些油，这个植物油或者动物油这一类的增加了。380毫升，如果一家三口人，平均每人就是接近130毫升，那就算是吃进了三分之一，那也是40多毫升啊。而营养学家建议说，每人每天摄入这个食用油啊，最好不要超过25毫升。食用油的这个量大了，是一个很大的致病隐患。有人说，我吃的是植物油，没关系吧？美国波士顿大学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对三组大白鼠啊，它是给了相同剂量的致癌物。那不同的是啊，这第一组大白鼠饲料当中加入了大量的植物油，那么给第二组啊加入了大量的动物性脂肪，第三组啊给的是低脂肪饮食。那喂养了一段时间之后，摄取大量植物油的大白鼠会发现100%发生了肠癌，那么摄取了大量动物脂肪的第二组大白鼠啊是85%发生了肠癌，而第三组给了低脂肪饮食的大白鼠却只有50%发生了肠癌。有调查显示说，动物脂肪摄入量高的人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比较高，而这个植物油摄入量高的人，癌症的发病率却比较高。
这是因为植物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虽然不是致癌物质，但是它却有助于癌细胞的生长。可是对于这些信息，当时董女士夫妇啊也不是很了解，他们依然继续着多油的生活。好像最胖那阵儿都已经158斤，而且系像你讲话系个鞋带蹲都蹲不下来了，有点那种扶持那种感觉，累得慌。虽然体重在增加，但是董女士家的伙食并没有因此改变。不爱吃粗粮，但是呢，要说就是那个嘛，就那炖肉嘛的，那吃个两三块没问题。你给我买的那么山芋嘛的，有时放烂了，完了硬了就吃不了了。你说你要买点那个玉米面啊，弄点嘛的，也想起来。因为那不爱吃那东西。多油多肉，董女士家的餐桌上蔬菜水果之类很难见到。一个月两个月的有时不吃水果，好像那个嘴啊懒，对水果这玩意儿有点懒一点。就这样，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董女士还添了新的烦恼。时不时的就便秘。因为去工作，有的时候是不是喝水少了，吃菜也毕竟好像就是吃菜水果少，老便秘。便秘以后呢，实际上就是它这个代谢物，这些脂肪、蛋白质这些代谢产物在肠道里面停留时间长，有些已经变成致癌物了。进食不能太油。但要是身体经过代谢了呀，能够把这些油脂给它排泄出去，也会减少生病的危险。而我们再来看一看董女士哈，她的这个饮食结构中啊，缺乏蔬菜水果还有粗粮，导致她长期便秘。而这个粪便当中含有一种致癌物，医学上把它称作是二级胆酸。便秘就会让它长期与肠黏膜接触，增加刺激肠黏膜的机会，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大肠癌的发生了。而且啊，这个粪便当中其他的一些有毒物质长时间的停留在肠腔，也对大肠癌的发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说啊，这个食用油的这个量过大了，再加上便秘，是极有可能就是董女士患上大肠癌的原因。但是当把这些弄明白之后，董女士已经因为大肠癌不得不住院等待手术了。董女士虽然患上了结肠癌，但幸运的是她患癌的位置比较有利于手术，很快她就成功的接受了手术。2008年底，董女士出院回家休养，他开始刻意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首先，厨房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哎，您看我的油漏子嘛，我以前做饭呢，是顿顿离不开它，因为喜欢吃油大的。现在呢，已经光用下岗了。现在已经封存了，现在呢，我们家通过董二这次病理吧，我们家现在已经搞一些清淡的东西了，什么蔬菜菌类，就搞成这样了，就不对油大的东西呢，已经很少了。董女士现在油吃的少了，特意的多吃含膳食纤维多的食品，还学会了一道解油、通便、还抗癌的养生粥，名字叫做茯苓薏仁红薯粥。来看看这道茯苓薏仁红薯粥都用了哪些原料。茯苓15克，薏仁50克，红薯50到100克，茄子50克，长茄子、圆茄子都可以，粳米100克，陈皮10克，
首先他要做一下准备工作，把红薯去皮切成小丁，接着把茄子也切成小丁备用。董女士做的时候还按照医生说的故意把茄子皮保留，因为那可是一个宝贝。这道药膳里头啊，有两个抗癌作用非常强的蔬菜，一个呀就是红薯。不久前研究人员发布的这个抗癌蔬菜排行榜里头，这个熟红薯啊排在第一位，生红薯排第二位。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茄子，茄子里啊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物质，抗癌作用也是非常强的，而且啊它主要含在茄子皮当中，所以啊董女士的这个茄子丁是带皮吃的。医学专家还说了，说不光是抗癌，更重要的呀是对于现在人们普遍这个油脂摄入过多的情况，特别是像董女士这样油脂摄入过多而且还伴有便秘的人群来说，这道药膳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还有一个突出的功效，那就是解油腻。中医呢提到解油腻来说有两个秘诀，一个是化，一个是通。那么这道药膳呢恰恰呢就是具备了这两个秘诀。你可以看到就说，一方面呢它用了茯苓、薏仁还有陈皮，这都是中医常用的健脾祛湿化痰的药品和食品，这三个呢合起来以后呢可以非常的巧妙的通过健脾加强脾胃运化功效，把那个所生成的痰湿呢排出体外，因此我们叫化。那么这道药膳里解油腻的另一个秘诀通又是哪些原料起到的功效呢？另外呢就说在人体形成的一些有害物质呢还可以通道通过大便排出体外，中医叫通腑。恰恰呢这道药膳呢选为大家非常常见的两个蔬菜，一个是红薯，一个是茄子，这两个呢都是通肠腑非常有效的食品，因此呢通过它的通腑的功效可以达到祛脂解油腻的作用。来看做法，原料准备好之后，把洗净的薏仁、粳米放进砂锅里，加入适量的开水，用大火煮开，煮到粳米和薏仁半熟的时候，把红薯丁、茄子丁、茯苓和陈皮全都倒进去，然后改成中火煮40分钟，一直煮到粥呈粘稠状，这道茯苓薏仁红薯粥就做好了。经过这番特别的经历，董女士终于领悟到，对自己好不是一味的随心所欲，让自己的身体尽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慰劳慰劳你。好，老公，谢谢。我现在也确实也感受到了吃水果的好处，就得多吃蔬果、水果、蔬菜。然后呢，哈，那个现在那个我爱人给蒸的那两叉的馒头，就是不光是白面的，放的棒面，挺好吃的，全家都爱吃了。现在，据研究人员分析说，男性大肠癌患者大约有50%的发病因素和饮食有关。而女性大肠癌患者当中，大概有67%的发病因素和饮食有关，所以啊，注意饮食的平衡是非常关键的。为了健康，请您记住这句话，怎么说呢？叫爱吃的东西不多吃，不爱吃的东西不少吃。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出健康，远离疾病。好的，稍事休息，请继续收看《中华医药》。前又
又在咳嗽。是啊，嗯，又在咳嗽。再拔拔罐。对，谢谢掌声，对，阿姨给拔拔罐。哎，听话啊。好啊，好的，嗯，舒服，舒服吧。在河北省中医院的针灸科，七岁的女孩张征正在接受医生的拔罐治疗。一会儿的功夫，医生就在她的后背上拔了五个罐。那你今天为什么来拔罐啊？我咳嗽，有点感冒。大人拔罐我们都见过，这小孩拔罐能受得了吗？我罐是热的，特别舒服，有时候我拔着就能睡着。一般每次这种情况出现了以后，就是先给他拔拔罐，那个然后呢拔罐好了，有时候隔一个月左右再来给他做一次保健型的治疗吧。这么拔罐拔了多长时间了？我从听讲开始拔的，几岁拔的我忘了。七岁的张征从小由姥姥带大，她是姥姥的宝贝。不过张征小时候有一个问题让姥姥非常牵挂。两周以后到三四岁之间都出现这感冒情况就多了。一开始感冒未必是咳嗽，感冒过两三天后期这个引起咳嗽，这是基本上都是这样。感冒过后咳嗽的问题，张征从两岁开始持续了两年多。就在2006年的冬天，四岁的他又得了感冒，这回的咳嗽十分严重。咳嗽好像叫那痰就是在嗓子那边下的那么呼哧呼哧那个劲头一样，看后来说那个这咳嗽解不了，你尤其是白天好，这晚上不能睡觉。就是嗓子特别痒痒，像蚊子挠，像蚊子咬了个疙瘩似的。止咳糖浆啊，这个像这个有时候呼吸道感染和什么双黄连口服液啊，都这些小药呗。但是喝了以后吧，他这个效果不好，这种药我也不愿意叫孩子多喝。为了预防感冒咳嗽，从小到大张征吃的药太多了。对，这个药吃不少，这个药小的时候吃最多，这个药这个板蓝根是平时都是预防。这个药我吃的很苦，一般吃的是就是用擀面杖把它擀成面，然后撕开放到水里，在这儿含的特别苦。对，然而2006年的这次感冒后的咳嗽，以往管用的药好像都不灵了。反正一抱，你看你孩子总得他睡着了，你把他放下，他是醒的时候的咳嗽就睡不着觉。是这个，你作为这个咱是看当老的看孩子是隔辈的，有时候你心里不免，有时候就是着急。为了止住张征的咳嗽，一个月间除了吃药，姥姥几乎把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但孩子的咳嗽还是时好时坏。咳的有时候孩子那脸看着就有点胖肿了，就是他瞪着眼睛他难受嘛。再一个这孩子老捂着胸看着，他咱也不说，咱也知道大人咳嗽胸看着也难受啊。看着你就是吃过饭他咳了咳他就吐，孩子小他那痰上不来，一种跟就是喝肉喝肉那种，怕落出什么后症来，再弄一个长期喘病那么麻烦呀。儿童感冒后期的这个咳嗽啊，是很多家长担心的问题。而这种咳嗽有的时候又非常顽固，如果要是治疗不及时的话，这个痰液病毒再加上咳嗽的反复刺激，这个咽喉和气管啊会长期处于充血发炎的状态，常常可以引起咽炎啊、淋巴结炎啊，甚至气管炎以及肺炎等等这样一些并发症。所以啊，看似普通的却不能马虎。那既然这么难，张征又是怎么治疗的呢？在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里，张征的治疗还在继续。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郑郑？嗯，有那么一点点的疼。还有吗？还有其他的感觉吗？嗯。张征已经习惯了火罐，可当年束手无策的姥姥带着他第一次拔罐时，他可不像现在这样从容。眼泪准备能不哭，他不敢，他不喊。嗯，心里不打算喊，但是哭肯定。拔罐的时候一进来，我不知道罐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嗯，我看他们旁边的一些小朋友拔罐都有火，我害怕火。袁阿姨说就在背上蒸上几个小馒头就行了，我就不害怕了。张征所说的袁阿姨就是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的袁军医生。其实外感风寒之邪之后呢，常常可以造成这个肺气失宣，痰湿呢，阻肺。肺气失宣其实也就是说，肺失去了它正常的功能，所以就可以出现咳嗽啊、咳痰呀、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咱们通过这个拔罐呢，背部输穴这个拔罐以后呢，可以疏风散寒，可以止咳化痰通络，可以改善它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什么法都想给他使，结果没招说试试吧。我还说那个小后背靠那几个罐子行呗，像那肉皮儿。我想象的是特别特别的烫，因为是火嘛。然后呢，我一拔罐，我就感觉一点也不烫，特别舒服。当时拔的时候，就是它这个一排，这不三个吧，上头、下头，你能拔能拔五个罐子，对对，就在这个后背这地方拔。他就拔这个位置，嗯，拔出来等了小圆圆一圈都拔成那样。中医认为啊，说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这个意思呀，就是说肺是掌管水液代谢的，这个功能通过肺的宣发和肃降来实现。那一方面，肺主宣发，就是说它可以将津液和水谷精微布散于周身，调节汗液的排泄。那另一方面啊，说肺气肃降，就是说它可以把体内的水液不断地向下输送，经过肾和膀胱的气化作用生成尿液而排出体外。但是肺啊又是非常娇嫩的，它不耐寒热，很容易被外邪侵袭，所以啊它又被称为娇脏。那一旦要是受到外邪侵袭了，就会让它功能异常，这个水分的输布代谢就会出现障碍。那这个障碍在下边表现的就是小便不利，在上边就会出现水湿内停成痰，会影响肺的功能。这就是袁医生说的肺气失宣，痰湿阻肺。而中医又讲了，说肺主气思呼吸，就是说肺气升降如常，才能够呼吸调匀。那这个肺气啊，以下降为顺，痰使这个肺气运行不畅了，肺气就会上逆，形成咳嗽。那这个时候啊，要是单纯去止咳的话是不管用的，因为这个痰液啊排不出来，那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咳嗽还是不会停止。这就是张征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在后背上拔几个罐儿，就能够既排痰又止咳了吗？张征的姥姥所说的五个罐儿，正是现在袁医生给张征拔罐的位置。那么这些位置和止咳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定喘、肺腧，这两个是肺底。定喘呢是一个经外奇穴，它的这个主要作用呢就是止咳平喘，肺部的很多疾患都可以用它来治疗。肺腧穴呢是这个肺经在背部的这个腧穴，肺这个背腧穴呢就是脏腑经络这个之气啊输注于背部的这样的腧穴，它可以治疗这个本经本脏的这个疾患。像肺腧呢就是肺部的一些疾患啊，肺脏的疾患都可以用它来治疗。对，肺腧也是止咳的吗？对，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宣肺、止咳、降逆、平喘。此外，袁医生还用上了两个在长期的临床中总结出来的穴位。肺底呢是我们的一个经验穴，它
还是我们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啊自己总结的这两个输穴，感觉这两个输穴拔罐都治疗咳嗽呢效果特别理想。现在张征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拔拔罐，而两年的背部拔罐调理，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和当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刚开始拔罐的时候，风寒之邪比较重的时候，这个罐斑呢往往就是发黑发紫，以后随着这个病情的逐渐的这个好转，病情的减轻呢，这个罐斑呢会逐渐接近正常的这个皮肤，就像张征现在这样的颜色。嗯，征征，咱们起罐了啊。仅仅十分钟的功夫，张征的治疗结束了。好了，真的啊，真舒服。起来吧，看我还不敢起。起来吧，是不是舒服啊？张，特别舒服，热乎。热乎不舒服。尽管当年也是这样很快就拔完了，但是对于效果，张征的姥姥还不像现在这样确定。拔完以后好像还能咳嗽吧，好像不减轻，反而给人感觉使劲才咳那种感觉。当时想着这个拔罐的去火是不是这小孩不适合拔罐啊，有那点怀疑呗。不过到了晚上，张征发生的一些变化让姥姥看到了转机。咳上痰来了，我觉得有希望。为什么呀？他们痰那比较大，他把那痰咳出来排出来以后，这不就应该是好吧。又连续拔了几天，张征的咳嗽大为改观。三天以后吧，嗯，三天以后很明显了，痰也咳差不多了，还得能吃东西了，这肤色就看着都有点缓和那劲儿是一样的。拔了有七八次的，但是这情况就基本上消失了。拔罐治疗咳嗽，这个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大概十几年了。要说起来，不仅是小孩的咳嗽用拔罐的方法治疗挺好，就即使是成人，其实很多成人拔罐的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拔罐以后呢，主要是说它可以，这个机理呢主要可以宣肺，可以止咳，可以这个疏通经络，可以降逆，可以这个止咳化痰，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机理。张征的咳嗽是肺啊通调水道的功能受到影响了，痰湿阻肺所造成的。而袁医生啊给张征拔的这个穴位，您看看，这是定喘穴，是互相对称的一组。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啊用了一个火罐。针灸歌诀里边有这样一句话说，风浓降肺气，定喘而化痰。这意思啊就是说定喘穴有化痰的功效。这两个是肺腧穴，是膀胱经上的要穴。中医认为这个肺腧穴啊能够明显改善肺的功能，具有调补肺气补虚清热的功效。而肺底穴，您看它在两条膀胱经之间的位置，也有恢复肺功能止咳的作用。那么这三组穴位啊都是在恢复肺气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元代名医朱丹溪说了，说善治痰饮者必先治气，气顺则一身之精液亦随气而顺，肺气顺水自行。意思呀就是说要排出痰呢，必须要先通过调气来恢复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那肺气顺了才会有力量带动痰液排出。张征拔完罐，肺的正常功能得到了恢复，排痰的节奏加快了，看起来啊好像是咳嗽加重了，其实这是一个好转的表现。自从那次咳嗽好了之后，张征不仅仅在感冒后咳嗽的时候才去拔罐，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拔罐成了一种家庭保健。平时在家里，姥姥常常给他做一些简易的调理。
我姥姥给我一个月选一天拔一次。我在家倒是拔这个罐儿，好像不如在医院那火罐儿力度大，但是基本上隔一段时间看要有的感冒迹象就给他拔掉换了，再隔看那什么了一个来月不行就上医院再给他再去拔拔去。现在七岁的张征不仅很少咳嗽了，而且还有了别的收获。我们变化太大了，现在身上你看小，你看他长得他身上肉挺多的，他身体这个健壮情况，这个健康情况确实是，因为他的抵抗力好了。有一天，小牛和小狗生了病，我玩出一个打火机，准备拔罐儿这个罐。现在不仅张征自己体会到了拔罐的好处，而且也想让他的玩具朋友们一同分享。拔罐不仅可以止咳，而且还可以引导营卫之气的输布，鼓动经脉气血，使虚衰的脏腑机能得以振奋，从而增强对外邪的抵抗力。但是有一点在这要提醒您注意的，那就是为了安全最好要找专业医生进行拔罐。当然了，不只是拔罐了，现在很多中医传统疗法是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了。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南京看一看那里举办的关于膏方的一个论坛。不久前，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主办，南京市中医院承办的2009中国首届中医膏方膏峰论坛在古城南京隆重开幕。膏方是中药的传统剂型之一，是将中药饮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经蒸发浓缩后加糖或蜂蜜等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主要适合患有慢性疾病或者身体虚弱的人进行长期调理，具有滋补强身、抗衰延年和治病的作用。而有着50多年历史的南京市中医院，在运用膏方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每年冬季制售的膏方都在数千料以上，在华东地区享有盛誉。这次论坛上，数百名专家学者讨论了膏方在冬令进补、纠偏祛病、治胃病领域，以及在预防包括流感在内的急性传染病方面的独特作用。邪之所受，其气必虚，就是你的正气不足了，甲流感才会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膏方在秋冬季甲流流行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提前扶持自己的正气，那抵御这甲流感一定是有积极作用的。在为期2天的论坛中，与会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就膏方运用中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对中医膏方的初步共识，向外界宣示了中医膏方独特的文化魅力。之所以开那么个大的会，它的意义很重大，是对于今后的医学模式的发展、诊疗市场的改变和价值观念的提升都有决定性意义。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青红白黑，五行蔬菜到齐了。我们来自天然，我们充满朝气，锻炼身体为健康努力。天地五行蔬菜汤，营养高，味道香，好汤好健康。